佛怎么想，我们怎么想；佛怎么说，我们怎么说。学佛嘛，学佛可不可以有个性啊？没有。啊，希望各位慢慢练习啊。所以天天拜佛，天天看佛，啊，就是要学佛的一切一切，从外而内，由内而心里面，啊，甚至呢，完全可为一体。我们可以，众生也可以，所以永不舍弃众生的，去接触众生。那为了要让众生也成佛，你要表现出你的佛性，佛的身口意，啊，所以各位要时时刻刻，这个身体是个非常庄严的法器，眼神、走路、讲话，你要像模特一样，好不好啊？因为我经常在机场看那些空服员，我练习老半天，他走路这么好看。拉个皮包也好看，因为人家有训练嘛。这个修行呢，这个威仪要训练，对不对？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啊，而变成内心发菩提心。所以各位在这一点，要学佛的一切啊，各位一定要串习，就是一直练习，一直练习啊。这个世间没有一下什么都会了，跟成佛一样。但是如果你自己懒惰，那就没办法。所以这个什么东西都要熟练，不要懒惰啊，要花心花力。要成佛真的是太伟大，太困难。所以这样的来赞叹佛，全心全意的要来学佛啊。学佛就是要真心的。佛所讲的任何一个法门都是最殊胜的啊，不能有分别了，因为佛实在太圆满了。发愿，这也是菩萨道的基本，一切都是为了利益众生，为了成佛，所以四弘誓愿才是我们的戒啊，以佛的愿做我们的戒律去实践。这样才能够得到一个无上心发心的戒律。我们这一次特别印了毗尼律要，就是说洗个手啊、穿衣服啊，都是想到众生啊，这样来守护你的菩提心。所以大家对三宝前，各位诸佛菩萨有没有来啊？所以不能骗哦，那要真的啊，令佛欢喜，就是要发心呢，发菩提心，愿成佛。所以要做佛的儿子，做佛的心灵的儿子啊，来承担佛陀的工作，普度众生啊，如来家业。那你要真发心，那发了心以后要应用在日常生活里面，拿个水都想到众生都有水喝，对不对？替众生供佛，一切这个修行佛法就是要消除自我。简单的说，消除自私，不要每天问的都自己的问题啊。所以贪心，有些人连问问题都很贪心啊，贪啊，贪的都是自己的家里的事情，很少去问别人，关心别人。这种贪婪的心去问问题，对你也没帮助啊！所以各位要想的，我什么都是想到众生。那你想到众生，你自己小小的问题就解决了啊！不然每天都问个人的小小问题。这个四弘誓愿，各位要最好你要发愿念十万遍啊，不是嘴巴念，而是十万遍的发愿啊，就像各位在忏悔一样。你要念十万遍嗡班扎萨多吽，不是说我念几遍了，而是有十万遍的为所有众生乃至了解众生造的业来替他们忏悔承受啊！你要这样来警惕自己忏悔才有用，而不是说一个数字。就像念阿弥陀佛念十万遍，我是真心的、真心真意的求愿往生净土，也愿所有众生都能够往生净土。要这样不断不断不断把
自己的念头都朝向一种无我利他的念头，不能有私心啊，要这样不断不断的练习，就像各位常念心经一样，既然已经发菩提心，为众生受无戒，应当知道戒的功德无法衡量啊，供一朵花功德就算不完了，何况持戒，你在这个世间布施百千万亿美金，所有寺庙都盖成黄金了，供养了百年百劫，这么大的布施功德不如守一条戒律的功德啊，何况是受五戒，更何况是用无上心来受戒，因为戒是一切善法的基本，所以我们叫愿修一切善，基本上就应该愿断一切恶，不要有伤害众生的心态。所以各位这一点要记住，别人怎么伤害你，永远不报复，好不好啊？别人怎么骂你，永远不顶嘴，你连家里人都渡不来，渡谁呢？这个你要自己发愿，你不发愿，这个没办法，因为我看有些佛教徒一凶起来，天哪！啊，一开车的时候像在飙车啊啊！因为那个时候自己一些坏的本性都跑出来，是吧？那学佛是要从日常生活自然像个佛教徒啊，所以我想各位这几天我们应该每天选一个模范生，大家学习学习啊，大家往好处学，叫让自己改变。那你这五六天学完了，回到你的家里，回到你的单位，哎呀，他们会，你去哪里镀金回来啊？啊，花了多少钱去美容回来啊？怎么那么美哦？啊，那自然美，由心里面表现出来的。那一个修行人要如此，就像你看我们出家人要穿得很端庄，走路你看连走路都有功夫了，啊，要练习多久啊？走台步一样啊。所以讲话、威仪、眼神、穿衣服，这些都在做给别人看。所以我们要训练一个法师多困难啊！啊，因为法师是给世界、给众生、给诸佛看的，比模特还模特了啊！所以比领导还0000，领导是一时的，这个菩萨是永远的，是吧？那些祖师大德已经往生了，看那个相片，我们就顶礼了。威仪多好，眼神多好，文字多好，他的心呢，就是佛的心，对吧？所以各位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愿力，我为众生啊，所以讲话要从今天开始讲话要稍微修饰一下，好不好啊？有些佛教徒平常好好的，看到师父讲话如小鸟依人。反过去骂人如乌鸦，啊，拿鸡毛当令箭，啊，一点都不像佛教徒，所以我也是看了摇头又无奈，啊，自己做好吧。所以有时候我就问他，我都没这样骂你，你怎么可以这样骂我妈？啊，信徒都是我的妈妈，不然他来干嘛？所以各位你要勉强自己嘛，这修行。这样子你才会知道什么叫业障消除啊，身心清净。所以这个修行要从日常生活看得出来啊，你所表现出来的一切，所以要这样去持戒，因由戒而得定。如果你戒持得好，那戒持得好必须要有忏悔业障，你业障忏悔，知见正确，福报够。持戒会让你有福报，那你自然就会得禅定。说禅定不是静静的不起心动念，是万事万物你都做得很好，清清楚楚啊。我们叫对内的禅定，还有一种叫念下来办事禅修，事情办得圆圆满满啊。但办得圆圆满满也不见得说是圆，是真的修行，那个只是一个定而已，内外对内跟对外的事情啊。所以那些会计小姐账都不会写错，这个叫定，对吧？一下给你多一个零，像我以前做生意多一个零，你看我多高兴啊！100万变赚1000万，回去跟我说多一个零，打你一下。
多一零少一个零，这玩笑开大了啊！所以，因为他没有戒就没有定，所以各位在这一点一定要要求由定而会。这个会又分着个人的解脱会，还有利益众生的菩萨的智慧。所以，个人除了平静无贪嗔，是如何让所有众生都能够得度？要发广大心啊！但是你没有持戒做基础，那就没有办法得这种定。但是你的动机很重要，大乘的戒定才有大乘的智慧啊。那由慧而得解脱啊，让自己让众生都可以解脱。所以各位，你要修行啊，修行真的像个男人，真像男人，拿个枪上战场被打死都甘愿，了解吗？你要活太久没用，反正活得有意义才有用。要从大处看，不要扭扭捏捏啊！那有些人虽然出家了，不出家还没事，出家还伤害佛教，对不对？因为很多观念不符合慈悲啊，连世间的道德都不符合的话，所以这个人依教奉行，各位要经常跪在佛前，佛啊，我做错了，你就好好惩罚我。很少被佛惩罚的，都是被冤亲债主找麻烦了，这哪有才修行啊？所以真正是佛在打醒你，那才叫最大的价值啊！所以我们很喜欢老和尚拿戒尺啪打下去啊，打到你心里面去，破除内心的执着骄傲。因为我们老和尚说不打不成器，对不对？光讲有用吗？所以打还不见得有用啊，有些人又不怕打啊。但是最主要是让你的心态，所以我老实说，我是被打出来的，对我有一点帮助，有一点点帮助啊，至少不会爱面子啊。所以反而要经常的检讨自己，所以各位在这一点要苦，要苦念啊。希望大家学本师释迦牟尼佛成佛，好不好？永不退转，依教奉行，然后呢这样念佛啊，来功德一回向，往生的超度，现世的消灾，世界就改变。希望加州不要再有地震，好不好？为什么？因为各位来受戒啊！希望欧洲的天气赶快转凉，好不好啊？因为各位来受戒啊！所以啊，希望各种的对立赶快都过去。如果大家发大心吧，以大家的发大心，再加上佛的力量啊，对众生、对世界的关怀的法力，那每天都怎么样的精进。生命电视台的存在，代表佛陀的教法及慈悲，让大众能够感受到。感谢各位收看生命电视台，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海涛法师弘法行程。1月18号星期六，念地藏菩萨，读舍那佛，持斋除罪1000劫，下午1点，印尼巴淡岛护生。1月19号星期日，莲花生大士殊胜功德日，善习与恶行成10万倍，上午9点，印尼巴淡岛慈海禅寺年尾大蒙山超度法会。1月20号星期一，上午10点，印尼巴淡岛校园生命教育。下午2点，新加坡关怀特殊教育院。1月21号星期二，下午3点至6点半，新加坡关怀活动。
1月25号星期六，弥勒菩萨圣诞，念定光如来，持斋除罪40劫，等持如来殊胜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100倍。元始天尊万岁，上午十点，板桥悲愿寺，佛像开光，新春开始。下午六点，新北市家禽育销合作社，点万灯，供万水，护生祭慈悲施食。联络电话：02-2951-0565。1月26号星期日下午两点，台北生命道场迎新春念众生感恩讲座，联络电话：02-2550-9900。1月27号星期一上午十点，新店大明讲堂新春开始食供养暨护生法会，联络电话：02-2917-8855。1月28号星期二，孙天一真人千秋上午十点，树林菩提讲堂新春祈福法会，点万灯，供万水，暨心灵讲座，联络电话：02-2688-5088。1月29号星期三上午十点，市立桃园特殊教育学校新春祈福，点万灯，供万水，暨消灾法会，联络电话：桃园中心03-347-7666，桃园道场03-331-0553，中里中心03-422-8806。1月30号星期四，定光古佛圣诞藏历重日，清水祖师圣诞，上午十点半，慈悲基金会新竹分会新春祈福财神法会，联络电话：新竹中心03-545-6691，缘起佛学会03-545-6692，新竹中心03-533-7368。1月31号星期五上午九点半，苗栗弘法禅院新春祈福药师法会，恭诵药师经，点万灯，供万水，食供养，祭围炉响宴，联络电话：03-7991-513，03-7336-026。敬邀十方大德踊跃前往参加，阿弥陀佛。回春大地，祥光照耀。生命电视台中五方讲堂举办传授八关斋戒、护生、点灯、药供暨甘露施食法会，恭请海涛法师主法。日期：2月1号星期六，大年初八上午八点半。地点：台中五方讲堂。地址：台中市北区崇德路一段631号3楼之1。联络电话：04-2238-9987，04-2238-9987。其三宝祥光，龙天之赞颂。生命电视嘉义生命讲堂举办供佛斋天祈福法会暨新春团拜，恭请海涛法师主法。日期：2月2号星期日，大年初九上午九点。地点：嘉义慈悲湖。地址：嘉义县中埔乡和路公馆70-56号。联络电话：嘉义讲堂05-225-5888，嘉义中心05-216-6700，和路中心05-230-8348。中午备有素宴，敬邀自备环保餐具，共同爱护地球。广邀团拜素宴斋主，详情请洽嘉义讲堂、嘉义中心。
长青路。Next stop, Chongqing Road Station. 我们掌声欢迎台湾法师生命电视台台教长的所有职工。现在因为师父很慈悲，成立了一个海涛慈悲基金会。那我们现在就是用海涛慈悲基金会台南分会的这个名称出去关怀长辈他们，这样子，哎，老人关怀，然后再来就是，师父的宏愿嘛，就同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个师父的这个宏愿，我们希望可以帮师父这样子去散播，去关怀长者。我在民国1994年的时候，在生命电视台看到师父他们带队到印度去朝圣，然后他们在那边忏悔的时候，在那边痛哭流涕。那我在电视机前面看到也是一直痛哭流涕。那这样子被摄受，然后再参加1994年底的印度朝圣之旅，然后结下这个因缘。那结下因缘之后，我也没有马上进来做义工，就是法会活动的时候啊，渐渐的就一直参与到目前。老人关怀这样子，我们这边的团队大家一直以来就是都很和谐，每一个都很有爱心啊，就是拨时间出来，有的在上班，有的在做事业的，他们都会把这个时间空出来。做久大家都有默契，就有那个团队精神，我们大家就像一个小家庭一样，大家都互信互爱，非常做得非常开心。而且我们对这些长辈，他有这些长辈给我们有这个机会服务他们，跟他们结这个善缘，我们也非常法喜开心，自利又利他。大概4年前，海涛法师有那个推广要去关怀老人，那我就参加了。我妈妈往生的时候就我皈依三宝，但是那时候并不精进，是直到来海涛法师的生命道场以后，我就学很多。是因为很感谢有这个机会哈，来慈悲海涛法师的台南道场，然后让我学很多。我的个性就是很内向，很内向，就看到了我会怕。我小时候如果陌生的呢，我都躲起来。慢慢学习去面对，你不认识的人事物，你怎么要去跟他们接触啊？怎么帮他们解决问题？这个是我在这里收获非常多。我们去关怀的话，大体上就是先带长辈他们吃个比较活泼轻松一点的大随求咒，我们都找比较轻快一点的，让他们心情比较愉悦一点，然后再来就点灯要供，然后怕长辈说他们点那个实质的灯会有危险，他们身体都不是很健全，还是说无力怎么样，我们就用那个 LED 灯的，这样子就代表让他们都可以点灯，然后听师父的 MV 之后，我们还有一个最快乐的时间，唱老歌。老歌唱完，我们也会带长辈手语，那我们也会让长辈他们活络筋骨，教他们就是手部的穴道运动啦，拉耳朵啦，尽量让他们动起来。那甚至也有长辈啊，他们本来是坐轮椅，然后看真的太开心了，然后就起来跳舞，真的真的这样子是，他很开心，那我们义工也是真的很开心。这样子结束的时候，我们就是用六字大明咒观世音菩萨这个圣号跟长辈们互动，传授我们这个温暖给他们，我们这样轻轻跟他握个手，感谢他们，他们非常感谢我们，他们会有的就一直谢谢你们怎么样子啊，就是非常感动，也他们感动，我们自己也会感动。让这些长者人一个心灵上有一个寄托嘛，因为长期这些长者都不能外，其实真的他们行动比较不便，然后不能外出，那借由就是这些基金会这些志工的，把这些佛教啊，这些不管是佛教或基督教也好，把这些宗教的东西
带进来，然后让我们的长者心灵上有一个慰藉，然后也提供很多的欢乐给这些长者啦。就是最大的就是真的是把让长者一个，你看心他真的会很高兴，有的甚至会感动到哭。你是想说真的，你平常要带这些长者，你说真的是要去出去，真的比较不方便嘛？然后借由志工们然后这个海涛基金会这个带给我们这些长者是很大的快乐跟有一个心灵的慰藉。除了政府现在有在推广的长照2.0，还有日照哈，那我们一般的老百姓呢、就可以说发挥我们的慈悲心去关怀啊。我展望就这样，因为很多的人来共襄盛举去关怀老人，因为以后台湾是老人社会，鼓励更多人来参加，因为我觉得还需要更多人来投入。我每次如果进去病房看到那个老人植物人躺在病床上，我就感觉很难过，就想到我自己的父母。还有我也有看到那个养护中心不一定是老人，还有中年人，还有看过这么小的小朋友，我很难过。我就想说为什么他会来这里，这里都是老人啊，大部分都是，为什么他会躺在这里，我看得好难过。我相信为人父母看到这个都会很心疼，对。还有去启智中心也有很多那个身心障碍的小朋友，就是看到也是都会不舍啦，不舍。7月2号刚好有一个因缘去健检，我3条冠状动脉都有塞住，医生第一次看的时候以为说另外一条还 OK， 结果真的要手术的时候是很严重，我只有25%。也没有什么特别不舒服，真的非常感谢佛菩萨加持，真的很多人可能就是没有什么症状一下子就走掉，心肌梗塞走掉的很多，所以也呼吁很多的师兄师姐真的要注意自己的身体，我身体恢复好一点我就赶快再回来关怀这些长辈爸爸妈妈，我们把它当成是我们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家人，这样子就像自己家人没有距离去安慰他们，我们义工可以亲力亲为，将这个爱、温暖，还有师父的法，可以植入这些长辈的心中，然后把这个爱跟温暖散播出去，这样子传播出去，哎呀，让大家知道师父还有我们这边能够尽心尽力为他们做一些，为社会还是各方面都可以，有一个